宠物收集与战斗为主题的怪物联盟二，玩家要运用宠物的特性及技能打倒对手，除了各种效果的技能之外，也有强力的奥义可以施展哦。虽然一次只能够让一只宠物出战，不过在每回合行动时也可以切换另一只宠物上阵，当有宠物阵亡时也会自动递补上去，因此团队战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哦。在探索关卡中，玩家可以自由在方格地图上移动，运用宠物的能力或是道具来通过障碍，其中还会发生许多精彩的事件哦。